但是洪老师他晚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洪老师的时间可以到9:30，对不对？洪老师，小虎蛋，小虎蛋会先睡觉 ，OK 的啊。所以说等一下呢，因为我觉得后面的那个发表的这个部分哈，才是精彩。好奇宝宝，你可以决定你会用录影的，你现在就可以访问依婷啊。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个编导专家，刚刚都不问问题的哈。现在休息时间不要录影啊。然后呢，那个系统你可以用插画的，就画普通的你就可以了。你这样的四格漫画就可以了。那其他的呢，我们大家就分头的去合作啊，然后写出这个依婷啊，迈向记者之路。那议题我要鼓励一件事，就是说，好不好意思哦，那个在下我后来就是去念公共行政，所以呢，公共行政毕业的彭老师，彭老师，公共行政毕业的可不可以当记者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啊，对啊，是啊，好说现在也是特约记者嘛，对不对？好好，他点头不敢回答。没有啊，本来就是大家去休息啊，可以去上厕所干什么？因为等一下哈，我们8:30回来，那这边哈，我们现场开放登记哈，就是那个先来登记，我们写黑板上，现在已经完成了，等一下可以第一组报告的，一二，编号一二是谁？什么？还没写。一二，来，一前一起做好，来三四，这是一个上来报。所以两个只要有一个有写，另外一个录，手机拿起来录，好，录完了之后呢，你回去看一下，因为记者啊、哦，刚有讲我们打破的形式嘛，那虽然彭老师在这边希望大家以文字的方式来呈现，但是乌龟不用去学飞，好不好？小鸟也不用去潜水，虽然也不是水鸟，但是海陆两栖的毕竟也是太少了，所以你可以选择听说读写，你爱用哪一个都可以。所以系统你可以用画的，好，可以画。好，那我们那个 Face 就做一个非广告，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大声公的一个那个叫什么社团，就是不开放的社团。好，那可以把那个东西投上去。好，那小美后续一定会逼助教，好，把大家的东西给他，反正大家交个朋友啦，有写就交了，好。然后呢，各种形态的都可以，好不好 ？OK， 然后3456，我是6号，那你写哦。然后56过来了，七八，好，先一起讨论一下。90，十全十美，来跟慧中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两位，好。慧中是谁？慧中，对。至少，对，就是两位，只要有一位发表就可以了。那另外一位呢，就帮他录影。那刚刚讲一半，听说读写都是。那所以说，今天呢，也很谢谢小美指定。好，那个叫我来当那个记者会的主持人，因为他知道我最爱讲话。对，那只要我一上来之后，大家都有时间可以发问了。对，那这一个对我们那个公民记者也是一个训练，因为有些时候呢，像我们法师，我们要主持募款啊，或干什么之类的，好，还有周年庆啊。OK， 来，阿伦要问。我们要问问题，我刚刚发下去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打岔一下。那个美好生活少不了他，那个台塑人武厂跟 PVC 的故事，就是我们这学期要去参访那个台麦寮六星那边嘛。那这个是我们地球公民基金会做的一个教育的手册，教育宣导的手册。那就是里面就有讲这个台塑，不是大致，他是他讲台塑人武厂的故事，然后还有讲那个 PVC 这个这一辈子都是读的是故事，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先看一下这个背景。就是像之前的黄色小鸭很有名的，就来台湾造成旋风。那个黄色小鸭其实它就是一辈子都是毒，从它被制造出来，这个 PVC 这个东西，一直到它往生，就会对这个地球上造成很多危害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对，好，谢谢。然后呢，我们大社工有一个我带头的一个小游戏啦，就是说公民记者啊、哦，其实他是要发声讲话嘛，哈、哦，发声。发声呢，从跨出第一步开始，写一句话开始，讲出你的感想。那今天那个依婷，她事实上
克服了很多我们明眼人做不到的事情啊，比如说他要回淡大的宿舍，所以他最后一班车他必须在8:50以前离开，才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坐车回到学校。那啊，12点以前都有车，因为他未成年，然后再被让他回去。OK， 啊，人家讲那么感性，那你搞到就破梗了。OK， 这一张卡片，好，传下去，传下去呢，你可以做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看到非常漂亮的卡片，你想要留起来，好。第二件事情，好歹你要拿几张都随便你了哈。第二件事情，拿一张啊，你写一下你对依婷的鼓励或感想，或是今天晚上让你最感动的一句话。那如果大家还有良心要写给小美的话，我会转达给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请法师这边帮我们传啊。等一下呢，8:50这一张哈、啊、传回来到前面来，要给依婷的。或者是今天我们有几位提问的哈，那我也提醒一下依婷哈，刚刚提问的几位，因为等一下提问的人，我们也可以给贴纸啊。9号的玉馨哦，她称赞你声音甜美哦，那可以走广播。那想分享的议题是什么呢？好、哦，4号的梦人，他说面对挫折的打击，你怎么样保有你的热情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好、哦，那议题的回答让我更感动。他说不止我是这样有挫折啊，大家都有挫折。OK， 好。9号的慧中，他问大船，哦，他是大船报记者，对不起啊、哦，他说。怎么样跟提到友善，怎么样察言观色？那在大船里面发生的问题，你转系之后会不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呢？啊、哦，那再来是3号的法师，智卓法师问啦、啊，啊、哦，他也给依婷非常大的祝福，十全十美的好奇宝宝，啊、哦，再来是2号的阿娥，哈、哦。阿娥根本是想要问时间长一点哦，问你的两个，什么是新闻，什么是大船，最后什么是那个你想报道的题目？好，所以一平常都记得了吗？9号玉溪，4号梦人，9号惠州，3号的，哎，两个9号吧？对，我是7号。所以，你是？我第一个问我是7号。我、哦、是玉溪是7号，你看嘛，我就故意看你们有没有人认真。7号的玉溪一开始就写错，好，2号的阿娥，啊，那这个只是参考哦。等一下呢，那个报告的时候呢，如果在8:50以前完成的话呢，玉溪那个依婷还可以再纳入评估啊。那诶，现在有可以完成的举手。2:27啊，没有，还有3分钟。那贴纸，每个同学有一张，然后依婷可以有10张，是吗？为什么这么多？对啊，你如果觉得好，每个都可以一张。哦，我觉得这个贴纸好难那个，好难剪。难分哦。对，那要不要用卡片？对啊，这个就送给小土蛋啊。依婷。我的，哦，要签名，对，还有那个各位记者先进门，麻烦记得来签名哈。所以一婷，你学校需要签名吗？为什么？就是我们去上课的时候要签名啊。要。有什么要签？就请别人帮我签。啊，请别人帮你。你是签个名号码就帮我签？因为帮我签，老师说帮我签名是最多次的一家，这样对吗？没错，再去。你要念给他听，好不好？
后，我学校才会给那个人钱。然后它就是一个类似打工的性质，可是从找人到训练都是你要自己做，而且不能签约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可以做了三做了半学期，然后赚到五万，他绝对不会改变。瞬间，会不会下下一堂课再来？你也可以只学习。然后，你想就是你的目标一定要把时间占满了，就是你去找，你可以找三个不同，每天花一点资源教师。我们需要资源教师只是负责付钱，同学他找同学到训练，可以吗？我就喜欢一路我讲第一个，从